非常之的歌声是不是特别的震撼？我刚才在慌忙的换装当中，听到了我家乡人给予我的好朋友的热情。这样，我有句话想问一下 Vitas， 这是第一次，哎，我看他的翻译倒没得好，要不然我们之间的语言不同 ，OK？ 你好。 我愿祝今天的晚会我们合作圆满成功，我爱长春。谢谢。那我们最后能不能请维塔斯给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问个好？亲爱的朋友们，真心感谢你们的爱戴和关注，我爱你们，你们很棒，谢谢。